台湾101动物园以及日本美国漫画游乐园全部变成原住民的造型，这么多可爱币，你可能不知道他们都是来自婚姻馆最南乡。我大哥先开头，然后我们刚开始是其实是跟人家住一个办公室一个角落，就一张桌一人公司，后来跟那个模具那边开始自己研发，然后跟他们接洽，然后学习，从第一副模开始，我们有自己的那个模具，开始反应还不错，就开始就这样，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开始做自己的比例了。当年景涵哥哥做会到的原住民三亚王祖弟也曾经到大陆设厂，但是心内总是挂念故乡的发展，让王祖弟当年景决定回来水南。伊讲为这个原住民，让大家知影婚姻水南对来讲是有真大意义。十个大概有七个都是老员工，资深的哦，所以我们这边的流动性比较没有那么大，所以品质上会比较稳定，就是说。一些工人他不用再重新再教育，乡下人都很尽心尽力啦，那也比较好管理，都很互相，然后尤其我又是在地的。这一支一支白色塑胶管，经过机械压制，容易当变成可爱笔管。这支圆珠笔为无到有，每一个制作过程，王珠弟拢非常要求。钢珠就是笔芯，就是它的灵魂。哦，你一支笔你。再怎么都好看，写出来不好写，不流利，那都不 OK。它会有区隔啦，你买低价的厂商，他还是会去找低价的。那你如果比较注重以中上的价位的，他还是会找我们。因为对品质要求这么坚持，让王祖弟所生产圆珠笔，唔呐国内肯定，未少国外知名企业也想再来找伊合作。他有一点小瑕疵，他就不接受。那所以我们要打进去鼎泰丰啊，还有台北101，品质一定要有到那个程度，可以说是在台湾唯一直接受东京迪士奈乐园园区里面卖的东西，我们委托我们制造的。这几年，伊凭着对故乡的一份感情，予电影好好也有参观，是真想要打造观光工厂。但是卡的经费有限，一直无法度对外开放。不过未来有机会，伊一定会实现这个梦想，和大家分享最难三日故事。记者李克山差不多。